可以做你自己的纪念硬币。好，我现在要哪一个？这一个好了，掉下来了，是不是很可爱啊？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日本的朝日电视台，在六本木这边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发现一个机器，就是你可以做你自己的纪念硬币，只要投入200元，按下你要的按钮，最后它就会出来咯。那有 A 图案、B 图案、C 图案。现在我要投进去200元，这里灯就会闪闪的亮。这一个好了，然后呢，机器就在转喽。好，掉下来了，粘啊粘啊，然后它就出来了。看啦，哎呀，拿反了，是不是很可爱啊？再近一点给大家看，有没有超美？我现在看到的是蜡笔小新全家。中居正广的什么什么图书馆，老牌节目 Music Station。 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赞或是按分享哦，感谢啾咪。